动，前提是他一定要赶快先把他的 iOS 升级，升级对，要去升级。对。那他说要升级，那当然就是等换机子啦，干嘛还要升级麻烦？对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3GS 好像蛮不会坏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因为爸爸他的也是用那么久都没有坏、嗯，对啊，而且我们常摔耶，就常不小心掉到地上去。他们的好像比较宽厚。